好，两发都中，一耳判。哦，哎，一耳判，这种比赛的对抗程度啊，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。一耳判，运气不错。啊，第二个没有。胡祥镇进攻篮板球，漂亮。胡祥镇这个篮板很关键啊，提士气，挡住人。两边打平，现在9-9。打三，打三，打三，来过来，过来。好方运筹帷幄一下，哎，太慌了。哎，暂停一下裁判，我们。我觉得他今天打得太紧张了，这个在场上完全是懵的状态，看着我都干着急。